秋。你跟韵脚。那这就挑战麦克风吗？这就挑战麦克风吗？麦克风站上。我们回到的一身都是麦克风。加我们的盒里就给你。姐，这是那个要猜诗名吗？默写。第几年级？是吗，姐？但愿我懒得写而已。但愿教我不出。我懒得写而已，其实我也是。山熊写了一句。对吗 ？OK。我们的贾宝答对了。贾宝感谢我吗？我让贾宝。贾宝哥几分了？第一句我就知道号码上。姐，贾宝哥几分了？我刚刚公布一下目前的分数，目前贾宝三分，琪琪一分。完了，和。我在他之前摁的，我很清楚。来，下一题的题目是，天子。这个歌我们练的怎么样？来，你俩跟我唱，你俩在我旁边唱，我试一下当耳机，你俩当我耳机。好。你唱什么？唱那个。这我戴不上。快，揭开天空。揭开你的梦。揭开你的蒙眼不堪 We the leaders of new school 当你们还在避风港里面享福我们已经离开父母在吃苦哎你每天相同的重复不用检测就能感受海水浓度不像他们我们不甘庸碌 Keep it real 努力才能够冲破浓雾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朗诵，我来给你说个什么？唱歌。来，那个初样来一次。什么？什么？这不对吗，姐？姐。快揭开你的蒙眼布，看维达利道夫的牛仔裤。当你们还在避风港里面享福，我们已经离开父母在吃苦，练习失礼，每天相同动作重复，不用检测就能感受汗水浓度。不像他们，我们不甘庸碌 ，keep real， 努力才能够这么浓郁。哎 ，S V， 还有谁要挑战一下？我早就。It's me. 都被我给抢走了，你还忍心吗？别这样，好不好？我好。Come on, let's play it. 快揭开你的蒙眼布，看，维达利的首府牛死故。当你们还在避风港里面享福，我们已经离开父母在吃苦。到哪儿？练习室里每天相同动作重复。不用检测就能感受汗水浓度，不像他们，我们不甘庸碌 ，keep it real， 努力才能够冲破浓雾。Everybody get down， 放松身体，跟着节奏颠倒 ，yeah。Everybody get down， 忘记烦恼，我们眼里只有目标。音乐老师过来听到这个，来，谁愿意挑战一下？一定不跟着那个 rap 的 flow 来。我，这个我老婆最好。我按了四轮了。龙来。姐，这个是上路分。气死我了。你意思好。我按了五轮了。我不想五轮了。哎呦，我怎么脚就跟着电？享福。我们已经离开父母在吃苦不像他们我们不甘庸碌 keep it real 努力才能够冲破浓雾反正我们眼里闪亮光目标一副跟着跟着
放肆兄弟跟在这里等。耶，二八的给了，哎，我喜欢蓝黑狼。我赢。二八的走。姐，一辆车最大，我看他能赢。先破你的耳朵。等会我从哪？我从哪开始啊？快，揭开你的蒙眼布，看 ，Win the leaders of the new school， 等，你们还在避风港里面享福。我们已经离开，父母在吃苦，练习室里每天相同动作重复。对对对。哎，还不行吗？就到他结束是吗？忘记烦恼，我们眼里只有目标。If you gonna get down， 放空大脑，跟着音乐尖叫 ，Yeah， What you wanna hear now？Everybody hands up， 我真的太厉害了。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为你止哭。我行，错。谁说？我看。快揭开你的蒙眼布 ，Can we the leaders of the new school？当你们还在避风港里面享福，我们已经离开父母在吃苦。练习室里每天相同动作重复，不用检测就能感受汗水浓度。不像他们，我们不甘庸碌 ，keep it real， 努力才能够冲破浓雾。Everybody get down， 忘记烦恼，我们眼里只有目标。没有目标。If you're gonna get down， 放空大脑，我们。跟着音乐尖叫！谁？不是我那黑人呢？来，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可能，那是不可能。怎么样？我是不是读错了？没有读错。小狗跟连歌词都说错了。太帅！来，太帅了！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我们选一个你觉得朗诵。来，三二一。高三嘞，不止。OK， 那这道题算假宝赢。我们来最后一道题是翻盘题，如果这道题谁回答对了，可以立马变成第一。哇，嘉文你白玩了！嘉文你白玩了！别忘了，又是嘉文赢了。嘉文不要紧，你就是这，让我心情不赢吧，先就是最后一道题让我白玩了，对吧？姐，这道谢谢你，这道题是为我们送的。我来说一下这道题的规则，就我是不放音乐的，对，但是你们要先按铃，我再说出题目，我不放音乐，好不好？三二。姐姐没说，往那边坐点，我有点挤。人家没坐点，我有点挤。三二，我还没喊一呢。三二，一点五。啊，姐！一点五也超了一了。我还没喊一呢呀，来，三二一。哎，我先按的。我先按的。啊，我没。这个我发誓是我。先从号来，有是按顺序吗？必须随便。Boy story was screaming loud loud louder make it story new generation 到了还有十秒，哇，这个怎么唱再见。好了，我们是拿第一了，不能想，你想着浪费时间的。三，你赶紧去坐上。开始一二三四五，啥过来开始了吗？Boy to the story 准备好就出发，然后 Boy story 开启新的时代。Boy story screaming louder louder louder， 要把孩子，所以现在 Boy story time to go。主任，我知道你弄的最好了，咱们这个奖品。狗错了，狗最后一个是 Are you ready？ 来，恭喜我们的狗明瑞同学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高分的礼物。我的天哪！我辛辛苦苦赢了四局，就为了最后一局，没关系，最后一局赢的人。赢的人能超过第一名，我还问了我是为什么赢的。行，你这么说，你4.1也可以，你4.1也可以，你超过4.0.1。哎，谢谢大家，我的感想就是这样。哎，我就是这个蒙牛酸牛奶的得主。来，我们狗明瑞同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奖品吗？奖品，反正不管我得什么奖，我绝对会来陪。好，你说真棒。可以拆吗？恭喜我们的狗明瑞同学。
学获得了国内偶像实力少年团 Boy Story 的一到四班的签名签。哇！哦 ，Boy Story 好帅，我好爱他们哇！来，还没有我厉害呢，看我，我投了一个猛牛。这里就有。你们觉得放了我的手卡对不对？我太 Boy Story 了。我看一下。星空。哎，这没有小卡，没有小卡。我觉得我要很帅。没有小卡，没有小卡，那就是偷偷动。来，自己觉得自己挺绝望的，然后结果发现生命中出现了一点点转机。这个第一名呢，我们也都很大。哎，龙哥，对他吧。我也当我们。没事。这么帅、啊。